热乎乎的猪蹄，我超爱吃这个，还是很劲道的。配上辣白酱，分享。猪蹄的骨头还挺多哎。越吃越辣了，双击。
老爷姐妹们，我又带着巨大的猪头肉走来了。今天依旧是先把它的猪拱了，哎，猪鼻子眼给它吃出来。嗯，嗯，这大猪头肉。筷子有点钳不动，因为今天这个并不是特别的辣。嗯，太香了，姐妹们。这块可肥了，纯脂肪。看看这是啥，熟食小海螺、鲍鱼、海兔、八爪鱼、鲍头、对虾、生蚝、皮皮虾，应有尽有。马上开直播，先来口粥。灵魂之志，交给。好多天没吃羊头了，馋了。
煎椒，炸蟹棒，今天吃手擀面，还有鸡蛋、鸡排、松花蛋、护心肉，先吃肉。
胡心肉全是瘦肉。被鸡蛋噎住了。